满城佛光园，由满地可佛光山佛光会联合制作，文秀慧主持。好，欢迎收听满城佛光园，我是文秀慧。在直播室现场有我们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的辅导法师余广法师。师傅吉祥，欢迎师傅。秀慧吉祥，哇，好久没见了。是，有两个星期没见了。今天我们这一堂课仍然都是星云大师的星云法语里面，金融满堂的教科书第五册里面就是讲到富有的人生。我就在师傅帮我们讲课之前呢，我就跟师傅讲讲下我的心事了。你有什么心事？有心事，因为照着这个话题呢，我就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就在想着后生的时候，自己未信佛教的时候，正在发白日梦，希望自己可以中六合彩，很有钱很有钱，今次就可以环游世界啊，可以不用做事啊，这样。但是呢，你想想，其实有钱都是很烦恼的，因为又很怕人家会跌你点啊，怕钱放在家又点啊，投资又失败，就样就觉得好像有很多钱也都是有一种烦恼。所以我不知道星云大师在富有的人生里会怎样教我们，所以就请师傅为我们开始一下。其实你的梦想呢也都是很多人的梦想，很多人的梦想。即每一个人呢，在这个人生的当中啊，都会希望自己成为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，系咪？令到自己从此就无忧嘅。今日咧，我哋讲到呢一个课题咧，就系富有嘅人生。咁啊，如果只系睇个标题嘅话咧，你就会觉得，系咪钱咧？咁系啊，第一个反应就系讲钱咁样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喺佛光山嘅教导里面，师傅啊，星云大师，佢从来唔会同人讲钱嘅。所以我哋咧就谂下。富有的人生是什么呢？我就先将题目摆开一边先。好，我们不如就讲一下，在我们这个世间上，我们最需要的富有是什么呢？现在我想的就是平安健康很重要，我想这个是最大的财富。所以其实呢，秀慧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是成长了，所以呢这方面反而是从内心上面去追求。我最近就有看了一本书，那本书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是一个外国人写的，叫 Thomas Crowley。他写了这本书是今年2021年7月份才出的。他这本书就说富有的习惯，他就用了5年的时间就研究了233个人怎样在他这个人生过程里面成为百万富翁。同时间也都研究了128个穷的人，就从他们的日常当中，他们的习惯去了解这个人呢会不会是成功。我觉得这个跟佛法都很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佛法里面经常说我们的习性嘛，你是什么习性来的呢？你的命运呢就是会朝向哪一个方面。他呢就有10点，我觉得这10点其实有时都可以比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己，有没有其中一点两点我们是具备了呢？他说第一点呢，就是要培养自己日常呢富有的习惯，然后呢你要每一天照样这样做，即是每一天都这样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每日每月每年呢你都要建立一个目标和长期的目标，然后呢你全心这样投入去追求自己的目标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提升自我的价值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。第五个就是建立和维护可以维持的人际关系。第六个就是你每一日的生活有没有好节制呢？第七个，我们要告诉自己现在就去做，当天的事就要当天做。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说我们要活在当下的。第八个呢，就是我们致富的呢就要有富的思维生活。富的思维生活其实这个都是很广泛的，有钱的人其实基本上他们是很节制的。
咁啊，第九个就讲到收入嘅薪水，你会唔会攞10% 嚟储蓄咧？告到第十个啦，咁啊呢个咧我就觉得非常重要，系就系控制自己嘅情绪，系系，同埋自己嘅想法，嗯嗯嗯，因为人咧有时候好容易暴露嘅，嗯哇，人哋一句话唔啱听咧，马上就发火啦，嗯然后咧即系个情绪啊。如果你不好好地控制的话，其实都是很难成功的。咁啊，讲到星云法院里面呢，其实真正的富有是什么呢？咁师父当然跟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的内心。咁啊，师父在这里呢跟我们讲，真正富有的人要做到以舍为友，以忙为乐，以勤为富，以忍为力。咁每个人都希望有富有嘅人生，但系好多人会误解咗，其实系享受就系富有。咁啊，物质只系能够满足一时我哋感官嘅快乐，但系喺精神上面咧系空虚嘅。所以真正嘅富有系已经超越咗物质嘅享受。所以你嗰阵时咧咪想话啊，我要好有钱，我要好有钱，环游世界。但系你而家发现，哎呀，原来唔系啊，平安先而系家里嘅人咧。过得好先系啦，所以咧，你而家呢个阶段就系已经超越咗啦，咁系追求住个内心咯。咁如果要建立正确嘅人生观啊，咁啊，师傅咧就话俾我哋听，其实如果我哋懂得吸引信心、吸引欢喜、吸引希望、吸引方便，咁你喺当中广结善缘，咁呢个就系富有啦。仲有啊，要充实自己，咁啊，愿意服务人哋啦。做义工啊，喺忙碌里面咧，令到自己忘记咗啲烦恼啊。咁有时你会唔会觉得咧，好忙嘅时候真系冇乜谂嘢喎，完全冇谂到嘢嘅。所以忙就系营养啦。咁啊，勤劳其实系致富不易嘅法门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只系贪求安逸享受，咁咧会坐食三宾嘅。咁啊，要效法佛陀啊，同我哋讲啊，难忍能忍，难恨能恨。咁啊。发挥这个精神的坚定的力量，那呢我们所做任何的事其实最后都会苦尽甘来的。是那如果我们要深入这样再讲一讲，那什么叫是以舍为友呢？那其实我们每个人每一天呢都在做什么，就是在打妄想，还有在追求，在贪求，那人生就会变得不快乐了。但是如果相反呢，那我们去起舍，舍出去呢，其实不是说你给了人就没有了你自己，而只是一种结缘。譬如帮人家做一件事情，那你出了一分力，那你已经是跟人家结了缘。又或者一个微笑啊，一个关心的目光啊，那这些都是跟人家结缘的。那啊，表面上真的好像给了人家，其实是一个播种的福田。咁啊，能够舍嘅人，其实佢自己系好富有嘅，因为其实佢内心系感恩嘅，系富足，同埋咧肯舍肯俾人，咁佢个心中就有好话，咁先要讲到好话嘅。你唔好以为说好话系一件好容易嘅事，其实都系你要一个心嘅好，你先可以说到好话。咁啊，心中要有微笑啦，咁你个心如果有微笑，咁你个面上面咧先会有笑容啊。所以呢，以舍为友先是快乐的。咁第二个呢又讲到以忙为乐。咁一般的人呢是好喜欢就是唉休息一下，唔好咁辛苦先。咁师傅话俾我哋听啊，如果你係成日諗住呢唉得闲啦得闲啦，唔好咁辛苦啊，其实呢呢啲先係真正嘅苦。咁因为忙呢其实会快乐㗎喎。咁有人问星云大师，哇咁多年唔见，点解你一啲都冇老过嘅？咁佢呢就会话，哎呀我好忙啊，好忙呢就冇时间老啦。因为忙得快乐呢就忘记嗰个忧烦嘅。所以就唔知道老啦。咁呢个呢又係好有道理。咁第三个呢，以勤为富。勤力都是财富，所以呢拥有万贯的家财也都会坐食三宾，所以呢要以勤为富。第四个就是以忍为力。忍呢其实是很难的，没什么几个人呢能够真的忍一时之气，就算你忍了呢，你的心里面都是不服气的。所以呢师父教导我们就是忍先为力，
隐为力的意思是你忍了你才有力量。佛祖之所以成为佛祖是因为难忍能忍，难恨能恨，所以三奇修福慧，八劫修上好。一个人能够忍就有力量，所以我们要忍苦、忍难、忍饥、忍饿、忍早、忍慢，就是要以忍为力，因为一忍万事成。所以富有的人呢要具备住什么条件呢？第一个就是以舍为友，第二个呢是以忙为乐，第三个以勤为富，第四个就是以忍为力了。我觉得这四点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尤其是我们学佛的人都已经好像是成日做了。我觉得最难一点就是以忍为力那个啦，其实我们的习气很多，何先师傅就说要真的忍的话就比较难一点，这个就要努力一点，其实可以做到的，可以做到的，可以做到，可以慢慢地锻炼，是的，大家努力加油就可以有富有的人生了。今天就非常多谢师傅，后面呢我们就有些事情就和大家宣布一下啦。10月2号到10月4号呢就有国际佛光会2021年的世界大会，其实这个世界大会呢就是很大的，全世界佛光人呢聚合在一起开会的。是啊，以往呢就是大家在世界各地其中一个州，又或者在总本山啦，但是现在呢因为疫情啦，所以我们变了全部都是 Zoom 上面呢开会的，在线上到开会。我们有没有其他事情跟大家宣布啊，师傅？再下来呢就是10月24日有大悲忏的，11月7号呢就是有一个药师法会。好啦，如果有想做功德呢就麻烦早啲寄嚟俾我呢，就方便我哋做嘢啦。今日非常之多谢大家。节目嘅尾声呢我哋会播一首人间姻缘俾大家听啦，就希望大家鍾意。如果大家想重温我哋嘅节目呢就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係 www.ippsmtl.org。如果有任何嘅问题呢可以打我哋嘅查询电话係 514-721-2882。再次多谢师傅，多谢大家，亦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春天不是季节，而是内心，生命不是躯体，而是信心。老人不是年龄，而是心境。人生不是岁月，而是永恒。让心中的春天永远长出，生命的春天永远绽放，让年龄的春天永远青春，让人生的春天永远光明。而是内心，生命不是躯体，而是信心。老人不是年龄，而是心境。人生不是岁月，而是永恒。让心中的春天永远长出，让生命的春天永远绽放，
让年龄的春天永远青春，让人生的春天永远光明，让心中的春天永远常驻，让生命的春天永远绽放，让年龄的春天永远青春，让人生的春天永远光明，让心中的春天永远长驻，让生命的春天永远绽放，让年龄的春天永远青春，让人生的春天永远光明，让人生的春天永远光明。